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来，而且为什么不叫赵雷？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干什么？顾小姐，我表现怎么样？你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了。你别喊啊，你要喊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克制不住了。什么克制不住了？你不要吓我。我什么都克制不住了。好了，没有人的时候你不用克制。